能修好吗？别着急，马上就好，小问题。哥，你看亮了吧？哎，还真好了，还真好了！快，下来歇会儿。哎呀，志远呐，哎，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。这都是小事儿，哥。哎，这样吧，忙了一天了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哥，我不吃饭。哪能不吃饭呢？忙了一天了。我真不吃饭。那你咋还不吃饭呢？我减肥。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？不是，一会儿啊，有人请我吃大餐。真的有人请你吃？当然真的了。那行，哎，那我回去了啊。行，好嘞，慢走啊，哥。哎，大餐，馒头大餐吧？你可真行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？有什么吃什么？你干嘛呀？怕给家添麻烦，哥。添啥麻烦呢？我吃的多。你能吃多少？就你这体格，俺们家能养六个。走吧。真行啊！哎呀，别老追着我，行不？站着，哎呀，你站着。来，把那个，亲爱的，乖，把这一个吃了，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？不吃，撒溜痛快麻棱的，我爸好不容易包的，走。不是，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，我都吃了俩了，差这一个吗？不是，媳妇儿啊，我不是不想吃，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，它有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啊？汗饺的味儿。汗饺的味儿啊！我也就奇怪了，我爸今天怎么了？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。这不，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？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。太回来了，有吃的吗？有。哎，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饺子呀，这是，我尝尝。是饺子，这味道很独特吗？爸，哎呀，爸，回来了，来。吃饺子，吃饺子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。我要不给你留，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。爸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带了个新朋友，是吧？志远，来，志远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志远，这是我岳父，你叫大爷吧？大爷好，这是大妈好。那大姐夫，哎，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？什么眼神儿啊？这是我的爸比，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。对，这是我二妹妹。哎，姐好。哎，这是我二妹夫。哎，二妹夫好。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。啊，来，你不饿了吗？吃吧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儿。不，我不饿啊。大富有吗？富。有醋吗？还要吃醋，馋着就醋啊！再来点饺子，你再来点饺子，你再给他弄点饺子。来，志远啊，你过去，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！这小体格这么能造。